四方平漏掉五层啊，是不是全品的？那我就卖大漏了，大漏，这个四平。你可以往低里走，不能往高里走。那我记得是有一条。我你说的肯定是有的，那还会把自己东西全品说成有毛病？印象中我记得是有的。这种东西它一般以前我跟着买过一些小瓶子啊，也是这种做工的啊，镂雕的五彩的，墨迹五彩的这种啊，有小瓶子、小罐子，有这种四方大瓶子，这种大一点的瓶子，四方瓶，这种还好吧？我们看一下画片啊，四方镂雕。这么一个西厢记的题材的啊，这上面是有人物的啊，有楼阁，有庭院，有人物的这么一个画片啊。然后它的造型呢是一个四方边缘地方四方的一个品啊，是有三十多啊，三十大几，有四十公分吗？差不多吧，差不多。这个品种还行吧，反正属于我喜欢的那种，所以我就问老板拿来检查一下。我刚才老板说底下是有条小线的啊，这个也是，那是摇梭，那摇梭来先量一下。先量一下，先量一下，量一下高度是42。哇，这放着四十多公分，大是有这么大，大看一下，搞不了，42公分一个四方大瓶，中级个吧，这哪能到中级？这是光绪到民国早期的东西，光绪到民国晚期，说晚期我就不跟你争，你拿了也是要卖，反正就卖了算了，还卖给熟人还得个人情，你卖给别人还不说你好，搞不了去了，我给你付钱了，就这样吧，我们经常买，行了就这样了，搞不了，还价，我骗你的，我是没开价，这我都是亏，好了，我已经给你加了好多就可以了，算了，我一般买东西爽快的，你也知道，我也不乱说，包起来吧，包起来吧，反正。你看我过来怎么也是支持了你一件，虽然你不怎么赚钱，我估计是亏钱，但怎么也是成交了一单，是吧？成交应该清楚，这么大楼肯定是亏。成交一单就是那个啊，就是有成交量了，是吧？就是我说的啊，按我说的，下次我挣钱的东西我少挣你100可以的。好，包起来，包起来，行了，不说了，漏啊漏啊，一下再照一下，你再照一下，好，检查完毕，陌生人可以那样，检查完毕，走人，走人，便宜啊。上次那个瓶子都卖漏了，捡了。无双那个刀马人物的，我都不记得了，刀马人物你就不记得了，不记得了。后面朋友追着我要，你的眼光审美比较好，审美是好，但关键是价格不配套啊，审美交代，不要交代，我不喜欢交代。